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丽置别 Kelly。今天同发展商介绍一个全新的项目，就是位于 Toorak Melbourne CBD 附近的。相信大家对 Melbourne 的 Toorak 一啲都不陌生噶啦，呢度是属于全 Melbourne 最贵的豪宅区。所以开发商设计了一个法式的豪宅的 apartment， 咁俾大家选购噶。咁呢个法式的豪宅 apartment 咧，亦都会有一个两层的露天 penthouse。參與設計或者更改户型嘅，如果大家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嘅話，可以預早通知我哋，喺今年內咧亦都可以提出更改嘅。歡迎大家聯絡華麗置業，我係 Kylie， 多謝。